在哪里啊？Thank you.
小两口最大的甜蜜与幸福。而当然，媒体在此呢，也要代表我们主桌的长辈们，向各位致上12万分的谢意，感谢各位在繁忙之中抽空前来与我们一同见证幸福。而相信呢，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我们民间以及育文最亲爱的家人、同学以及一起共事的同事哦。在今天呢，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要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主角了，对吧？那当然，我们话不多说，马上邀请大家的目光，我们一起看向后方的幸福入口处。也请我们现场的大家准备好你们最热情的掌声。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今天的幸福团队小花童以及伴郎伴娘，请进场。来，请大家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首先来邀请我们的小花童、小创创以及我们的大大来到今天的幸福会场哦。当然呢，今天我们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哦，就代表着他们民间以及育文的爱神丘比特，要耍的象征幸福的花瓣，引领着他们步入属于两位的幸福现场哦。当然，今天我们的小朋友非常的害羞，也请我们现场的大家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来替小朋友们加油打气，好不好？好，今天我们两位可爱的小花童呢，这一片一片的花瓣都代表着我们现场所有亲朋好友满满的祝福与育文，祝上属于他们的幸福现场，也请大家我们。Thank you.
然后是非常的紧张，但是也很期待要来迎接他的宝贝儿子。儿童们来到我们红毯中央呢，邀请我们两位一起面向了后方的幸福入口处。站在这扇门后的呢，就是我们迎接今生的最爱起身的我们。邀请大家跟随着我们一起深情的目光一起看向。